Hello， 大家好。有些戴磁铁耳环的人反映说，磁铁耳环戴整天，或者是戴的时候耳朵会痛，耳垂的部分。那可能因为有的磁铁吸力强，或者是因为你的耳垂的肉比较薄，都有可能造成就是可能戴整天下来会有疼痛感。这时候怎么改善呢？我们今天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也许可以改善磁铁耳环戴整天下来的不舒服的感觉。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磁铁耳环。我们的磁铁耳环有很多种，都是这种，因为就是你要让它可以吸得住耳垂，所以它的吸力都不会太小。但因为吸力太小就容易掉嘛，但吸力强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耳垂比较薄的就可能会不舒服。那我们有这种黑色的，也有蓝色的，这种是比较小颗的，然后也有这种彩色的，这个大概是6米左右。然后有这种水钻的，比较有造型的，然后下面是附一个小的磁铁片，像这种就是双面戴嘛，两面都可以戴，那、这种就是单面。然后水钻的也有这种白钻的，这是奥地利水钻，然后也是小片磁铁。像这种磁铁片比较小，它吸力相对可能就没有那么强，就可能疼痛感会比较低。那如果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觉得戴下来会痛的话呢，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就是现在有些人会有备这种痘痘贴嘛，痘痘贴它是这种圆形的，然后而且是肤色的，就是你贴在你耳朵上面其实看不太清楚的，而且它的厚度也不会太厚，因为有时候如果太厚你可能还会怕磁铁的吸力不够。那我们示范给大家看要怎么贴才可以让耳垂比较没有这么痛。拆下来之后它就是这样，有点肤色圆形的。那我们拿一个耳垂来做示范，就是我们就把它撕下来，然后粘在你，像这个圆形它比较大，你可以再修，如果你选择的磁铁是像这么小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圆修小一点。那其实它是有点透肤色的，所以贴上去其实也看不出来，然后你就在你耳垂的地方贴上，看你要耳环要戴在哪个位置，然后你就把它贴上去，贴在你的耳垂的地方。其实蛮不明显的，所以看你要修不修都可以。然后我们如果戴耳环的话，就这样子吸上去，是不是那个痘痘贴就看不太到？那如果你介意的话，你也可以把它修到整个跟这个磁铁一样大小，这样就完全看不到。那因为它痘痘贴它有一点厚度，就是细胶的厚度，所以它是舒服的，就是不会不舒服，而且可以减缓你的疼痛感。然后就这样，然后把后面的这样，那因为这是假的耳朵，它的耳垂的厚度比较厚，所以它会吸不上去，是正常的。我们正常的耳垂没有这么厚，对，所以你如果用在自己耳朵上呢，就是先把痘痘贴贴在你耳环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吸上去。那贴一面我觉得那个疼痛感就降低非常多了。那如果你觉得真的非常痛，那你可以在耳垂的背面再贴一个，就是前后各贴一个，然后这样吸住，这样我相信一整天下来跟你没有贴这个痘痘贴的那个疼痛感是会差蛮多的。所以如果有人戴磁铁耳环啊，如果会痛的话，可以试试这种细胶圆形的痘痘贴。那以上小方法分享给大家，拜拜。